自后秦开创以来，麦积山石窟在南北朝度过了它最辉煌的时期，但宋代以后，麦积山渐渐地消隐于历史的舞台。数百年之后，后世的学者、文人和摄影师们，他们用一双双专注的眼睛，透过历史的尘埃，不断发现着属于麦积山不朽的秘密。1941年深秋，天水市东南50公里的秦岭山脉中，一群人神秘地在树丛中若隐若现，似乎在寻找什么。秋后的秦岭山区多雨，山体湿滑，一不小心就会有掉下山崖的可能。这群人走了很久，正当他们绝望之时，有人扒开一段干枯的树枝，忽然大呼起来，这莫不就是他苦苦寻找的麦垛形孤峰山麦积山吗？他就是著名的学者冯国瑞。民国时期，冯国瑞师承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博学多才，文学功底深厚。冯国瑞生于天水，学成于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当他学成回到故乡，在地方文献中翻阅到有关麦积山的史料记载之后，便对麦积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即前往考察。他在史书中呢，发现了有麦积山石窟，而且又他又作为天水人，他想把这个麦积山石窟啊，告诉给更多的人，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了解麦积山。但是此时的麦积山石窟已经沉寂了几百年，栈道腐朽不堪，无法攀援，冯国瑞不得不望山兴叹。我的少年时代都去过麦积山，但是我们上不去，只能望山兴叹。时隔6年之后，1947年的一天，冯国瑞来到麦积山文家村的一户人家里。这家的主人是麦积山一带远近闻名的木匠，他叫文德全，十多岁时随祖父学木工手艺，有一手攀援登高的硬功夫。文德全答应了冯国瑞的请求，在麦积山绝壁上费力地攀爬。怎么进去的呢？从山顶的松树上绑了一条绳子，垂直这么下来，进到了那个洞里头。在悬崖上的一个洞口前，文德全停了下来。文德全一抬头，迎面一尊高大的佛像，目光慈祥，仿佛在注视着自己。他感到有些恍惚。借着洞外的亮光，文德全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洞窟，结构复杂精巧，洞中有数尊造像和石碑，石壁上还有无数的小佛像。那样一个宝贵的洞子里头啊，据说当年的鸟粪积了有2尺之深呢，可见荒芜了多长的时间。洞窟正是收藏着珍贵佛像和石碑的藏碑洞，今天的人们把它和敦煌的藏经洞相提并论。40年代，余润先生为麦积山石窟题写的一副楹联，上联叫做“疫病莫高窟”，下联是“文传于子山”。上联大家都能看懂啊，“疫病莫高窟”说它的艺术价值和莫高窟是并列的。这些泥塑的佛像注视着芸芸众生，
讲述着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八世纪佛教在中国兴衰变迁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有帝王、工匠、僧侣和文人，他们将美丽和信仰倾注在这灵动的泥塑之中，令艺术的精髓流传后世。冯国瑞首次考察麦积山石窟时，很多洞窟没能登临，众多佛陀菩萨依旧沉睡在悬崖窟龛之中。这一次，冯国瑞被文德全描述的洞中的造像和石碑工艺所震惊。当时考察麦积山的时候呢，他看到麦积山的这个现状的时候，他震撼了。他说没有想到，麦虽然就是说是在历史上以后多次地震和火灾的破坏也是满目疮痍，但是他看到这个整体的这种非常雄伟而且非常高大的这个山体和它塑像以后，他震撼了，他决心要把这个件麦积山石窟要重新再推向社会。对麦积山洞窟的进一步考察让冯国瑞欣喜万分，他立即展开工作，从观赏洞窟的造像壁画到抄写崖壁上的刻字，冯国瑞对麦积山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勘测工作。根据这些工作，冯国瑞写成了《麦积山石窟志》一书，刊印后流传海内外，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于是一批批名流学者陆续入山勘察、观光、绘画，麦积山石窟从此揭开了百年沉睡的面纱，重新出现在公众的目光之中。冯国瑞第一次对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做了划时代的论述，他证明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在西魏大同以前，而成为了近代对麦积山石窟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发现麦积山鸟粪成堆、蛛网遍布的麦积山石窟，早已建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时至今日，几代研究员都为麦积山石窟的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麦积山因四季不同而有不同的景色。这个秋天抬眼望去，麦积山周围的青山变成了色彩斑斓的画卷，而在这炫彩的画卷中央的麦积山则隐藏着一个个同样炫彩斑斓的故事。经过千年，有些故事已经成为了经典，而有些经典则成为了传奇。编号第四十四窟，这是一尊精美的女性雕塑，这里隐藏着一个千年的秘密。那个四十四号窟是最美的，因为它代表女性，东方女性的，我们说高贵典雅还有含蓄内敛之美。四十四窟主佛的面庞上显现出了女性的阴柔华美和些许母亲般的慈爱，这一千五百年来神秘的微笑正如蒙娜丽莎一般捉摸不清，被国际雕塑艺术界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当年冯国瑞前往麦积山考察的时候，他大胆地和史书《北史·后妃列传》中的一个凄凉的故事联系了起来。公元五百三十八年二月，西魏皇宫中传出阵阵哭声，那是宫人们在为皇上和皇后的分离而哭泣。西魏文帝元宝炬将要废去以服侍的后卫，将他送出宫去，
而这样做并非因为以弗氏犯下了什么过错。这位以弗皇后虽贵为国母，却温良俭朴，为人仁恕且没有嫉妒心，皇上元宝炬对她十分宠爱。魏文帝他新迁都关中啊，因为当时政权还不是特别稳，这时候悠然国就来入侵，那么他当时就是说是采取了这个丞相宇文泰的建议，就是和亲的政策，就把这个柔然国的公主就把她立为后了，我们称为吊后。那么娶为后以后呢，当时就把他非常深爱的这个夫人原配夫人呢以佛氏就降居别宫，就出家为尼。已是两名皇子母亲的魏皇后以弗氏被送出皇宫，来到二儿子武都王元物所辖的秦州。在一个落叶萧瑟的秋日，以弗氏到达麦积山，在这里出家成为比丘尼。虽然为国家大计所迫，元宝炬仍然没有忘记同以弗氏的感情，后来暗中派人嘱咐他带发修行，以期团圆。以弗氏的心中又燃起希望，感觉自己对佛祖的虔诚终于得到了回应。柔然公主御酒驴氏被册封为皇后，虽然名分没问题，但御酒驴氏始终觉得元宝炬心里还惦记着以弗氏，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中就充满了妒火。公元540年春天，柔然突然发动大军渡过黄河，直逼北部边境。西魏的大臣们万分惊惧，都一致认为柔然向西魏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柔然公主不被宠爱的缘故。万般无奈之下，元宝炬秘密写下一封书信，派人带给以弗皇后。以弗皇后万万没有想到，她等来的不是团圆，而是一纸赐死的诏书。以弗氏强忍悲伤，与儿子元物诀别，然后亲手为自己的婢女们剪掉头发，令他们出家为尼。一切都安排好之后，以弗皇后走进卧室，安静地死去，终年31岁。当时文帝就说，我怎么能为一个女子而心失百万而发兵呢？如果这个话传出去的话，我怎么会面对我的这些将帅们呢？那么他就亲自手谕啊，赐死以弗他的原配夫人以弗氏。以弗氏的命运与唐代的杨玉环何其相似，但对麦积山来说，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把麦积山石窟和西魏皇室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这里留下了更加深厚的人文内涵。2013年9月12日晚，兰州市金城大剧院内座无虚席，大型新编历史秦剧《麦积圣歌》在这里隆重上演。麦积山石窟以弗氏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悲情的历史故事和麦积山辉煌灿烂的石窟艺术让观众惊羡不已。以弗氏死后，武都王元物
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将母亲安葬在了麦积山上的一个石窟里，命名纪灵。当年学者发现44号窟主佛充满女性特征的面庞，以及43号窟内外双室的结构时，便大胆地推断43号窟便是1500年前以弗皇后所葬的纪灵。尽管关于43号窟纪灵的说法已经流传很久，在考古界也似乎已经得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定论，但是夏朗云根据自己近30年的考证，最近对此又提出了新的想法。根据现在最新的一种理解推断，这个43窟应该是隋代这个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窟。根据最新的这种推断的话，韦护墓应该是133窟。133窟又名藏碑洞，洞中以繁多精美的雕像而闻名。133窟正是70多年前冯国瑞让木工文德全进入的藏碑洞。近些年，夏朗云对133窟又有了新的发现和猜想。这个窟呢的形制呢，很像是一座墓葬，前面的是一个横长方形的响堂，后边有双室，这种形式呢，很像是汉代崖墓的形式。这种墓葬形式的洞窟，最有可能成为魏后墓的首选的位置。根据专家所说，在以弗氏死后，其子武都王元物很可能营建更多的佛龛来纪念自己的母亲。在127窟的这个前壁上会有过去七佛，在他们的胁侍中有一些出家人的形象，这样的话就可以跟这个皇后以佛氏联系起来，有可能是为了表现以佛氏这种出家为尼的生活特意画上去的。今天第44窟佛像是否根据以弗氏的面容来塑造，已无从考证。佛像所展露出的雍容华贵，则透露出几分皇族的气息，令人浮想联翩。127窟是否真的为元物继母所建？夏朗云和他的同行们仍然在不断的发现和研究。麦积山有着太多的奥秘和故事，正是有夏朗云、冯国瑞这些学者们对麦积山石窟艺术的研究和探索，才使得封存几百年的麦积山石窟艺术不断地被人发现、发掘，并被世界所瞩目。在麦积山的洞窟中，有一种造像较小，平民衣着，头后没有背光，这些便是历史上信仰佛教、出资开窟造像的施主或捐助者们给自己留下的踪迹。他们是支撑麦积山石窟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壮大繁盛的来源，他们就是供养人。这些开窟造像的施主和捐助者，为了虔诚奉佛，同时也为了留名后世，显示自己和家族的名望，开窟造像时在洞窟里雕塑或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以及侍从奴仆的肖像。这是一个很小的石窟，一个成年人都很难进入其中，但窟中的供养人塑像却刻画细腻，神情生动。他们是明代一个李姓家族所建造的家族窟，李氏供养窟，就是姓李的这一个家族进行的供养。李氏在天水，在陇西、陇右这一带是一个大姓，它具有代表性。
它的类型，男性女性是两种类型，哎，还有那个地位身份的那个装束不同，它都分为几类，然后保留的不错，色彩也比较鲜艳，也没有被烟熏过，题记的字迹保留还是比较清楚的。供养人还以其他的形态所出现，在第165窟宋代所塑的女供养人像高230厘米，塑像未经彩绘，仍保留泥胚的黄色，她肌肤丰润，神采飞扬，站在她身边几乎能感到她的呼吸和脉搏跳动，尤其是旁边的那个胁侍菩萨，宋代这个高级水平的艺术家造，手法特别简练，精到到位的很，感觉他是像写实的人物，他有一些细节是写实的，但是你从他神情来看，他又特别写意。为了更好地了解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时代，夏朗云除了醉心于这些无名的供养人像，他还对洞窟石壁上的古人题记特别关注。夏朗云认为第五窟主佛基座上的这篇小小文字是古人关于麦积山的第一篇论文。明清两代对麦积山佛像的装饰修复在石壁上都有明确的题记，对麦积山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洞窟里面这些题记有很多方面，古代的大官他本身也是诗人，他来游玩的时候，一个人做一首诗，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和一首诗，还有就是反映了边关的这个将帅们就是说他来巡边，跟着某一个大朝廷大员巡逻，然后顺便看了一下麦积山，在随手在麦积山的洞窟上刻了题字。好，从诗句中我们可以读到佛事衰败凄惨冷漠的情景，我们也可以看出麦积山的辉煌，我们可以想象人头攒动的祭典。高僧传中记载，西魏时期的高僧玄高曾在麦积山修行，发现这里景色宜人，石窟佛像秀丽脱俗，远离世俗的烦扰，是个修行的理想去处，于是便留在了这里研修佛法，师从他学习的僧徒多达100余人。当梵音缭绕斧凿声声的时候，麦积山是当地人生存的依据，工匠们靠着它得到足以养活家人的工作，当麦积山消隐于历史的舞台，静静隐居于山林之中，当地百姓仍来这里参拜神佛，将他们小小的信仰寄托在这些神情温柔的佛和菩萨身上。这里是麦积山脉3公里的贾家河村，李克强和很多麦积山周围的农民一样，在通往麦积山景区的路边开了一家农家乐。麦积山的旅游给他们带来了商机，但李克强最骄傲的并不是自己的这农家乐生意，而是他30多年以来踏遍麦积山周围所有可以拍到麦积山全景的地方创作下的这些照片。从这个角度看麦积山，它这个形状非常像个美刀子，也是麦积山秀丽的一面。这个能感觉到麦积山周围是一种群山环抱的这种感觉。这个地方视线开阔，拍摄照片有点即时磅礴这种感觉。李克强原本是贾家河村的农民，
当上世纪八十年代麦积山风景区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的时候，他做上了在景点给游客拍照的生意。而在不断按下快门的同时，他领悟到照相除了可以给游客留下到此一游的纪念，给自己赚到几块钱收入的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向世界展现他的家乡。一定我一个人做各方面都是有限的，每个人有每个人这个视觉，有每个人的理解，还是希望就是让大家都过来用它，过上这个视觉，把梅积山最好的一面能够反映出来。香积寺位于麦积山的正对面，是拍摄麦积山全景的理想位置。今天李克强又邀约几个拍麦积山的摄影爱好者到这个制高点拍摄麦积山的落日。电影它最高的层次是它的文学。那唐诗里边有很多美的画面，我们摄影为什么不把它那个东西给拿走？为了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拍好麦积山。这样的活动一个月他通常会举办一两次。三十多年来，李克强克服了各种困难，踏遍了麦积山景区的各个角落，在饱尝了创作路上的苦与乐后，拍下了千余幅麦积山的照片。李克强的执着和勤奋让他拍摄到了无数专业摄影师常年以来一直无缘的麦积山雪景。从这个下面拍麦积山这个雪景，林森在外面拍的照片也不少，从曲溪啊、石门呀、包括麦积山都拍了一些非常好的照片，就是别人没拍过的照片。有人说李克强能拍出这样出色的作品，着实是受了老天爷的眷顾，但他们所忽略的却是李克强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无论是李克强、夏朗云还是冯国瑞，正是这些人用一双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将麦积山尘封几百年的秘密和历史，将它的雄壮和秀美一幕幕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入冬了，麦积山将迎来一个沉寂的冬季，而在这寂静的山林里，这些佛像带着神秘的微笑，依然为学者和艺术家们、游客和麦积山的村民们带去源源不断的探索热情。麦积山的故事也将会在一群群职业不同、兴趣不同的人们的共同努力和追寻中不断的丰富和精彩。这份执着和努力将使麦积山石窟艺术不断褪去历史的层层迷雾，传承着麦积山不朽的秘密。